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景文报报和随身才艺发表会。我是今天的直播主高一陈雨桐，高一叶千华。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景文报报，听听近期的景文大小事。四月一号办理2021的选举，线上投票和纸本投票，我也有投哦。这是景文人的年度大事，结果已经出炉喽。109学年度各部的优良学生诞生，分别为国八五班庄子贤、高三三班高于柔、三二一班吴以荣，及110学年度的班联会主席111班的吴怡恩。恭喜上述同学，也感谢大家的踊跃投票。四月二号连假的一天，景文冒险王以及班联会共15位同学，与和平高中、中正高中、中正高中四校一起到金山的下寮海滩进滩。哇，这也太热血了吧！看到同学们弯着腰捡着垃圾，等着海里飘来的保特瓶与大型保利龙块，塑胶吸管以及塑胶杯，看似干净的海滩也藏着许多隐藏的垃圾。他们一共捡了25袋的垃圾，真为他们感到骄傲。借由这次的进滩，希望能够为大自然尽到一份心力。四月九号颁发109第二学期内的奖学金，各部门都有获奖诶。没错，一共有152位学生获奖，学校这次总共颁发了29,1326元，最高有人还一次获了10万块的奖学金哟，真是太厉害了！荧幕前的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为他们鼓励，另外也向他们看齐，说不定下次领奖的就是你哦。两位班联会的学姐很强哦，荣获第二期届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精英奖的奉献奖。怎么个厉害法呢？我来说给大家听听。保德信青少年志工精英奖是青少年志工界的奥斯卡。哇哦！而且他们两位还从全台3000多位的参赛学生中脱颖而出，挤进全国前150名，由校长来亲自颁发。这莫大的荣誉就由我们一起来分享，恭喜学长姐获得这么棒的奖励。对了，这几天怎么都没有看到国八的学生呢？国八的学弟妹正在进行5天4夜的教育旅行哦。酷欸！你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哪里吗？目前人正在高雄的义大游乐世界哦，明天还要回到澎湖尾出国一下哟。哇，超酷的呀，好想跟哦。还有这两天经过直升的教室外，记得保持安静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统测前最后一次的模拟考。说到经过时一定保持安静。祝学长姐考试顺利。学校在4月16日礼拜五会帮学长姐办理包高中的祈福活动，希望学长姐做最后冲刺，预祝金榜题名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同学的才艺表演吧。我现在要弹的是德布西的阿拉贝斯克。Thank you.
二一吴耀宇同学的钢琴才艺后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陶醉在他的琴声中？很快的，今天的午餐时光到此结束喽。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。我是高一班陈雨桐，高一叶千华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。